通过众多舆论媒体确认肠道健康的重要性，关于肠道益生菌的集中报告。那么现在我们的身体是什么样子呢？我们的肠道无法抵挡岁月、刺激性的饮食和过度的压力等等，不仅会降低肠道机能，而且会产生反复性的恶性循环。现在是用益生菌唤醒你健康生活的重要时刻，集中视线，健康的守护神益生菌。乳酸菌的种类是多样的，根据种类的不同，在人体内产生的效果也是不同的。因此，爱多美益生菌为了巩固肠道健康，包含了足足十种乳酸菌，因此取名益生菌 10 Plus。爱多美益生菌，苹果、香蕉、草莓等，包含新鲜水果原性成分和低聚糖。耐酸性，添加生存的200亿只乳酸菌，可存活至保存期限为止。存活的30亿只健康乳酸菌将进入肠道。我们的身体食用过爱多美益生菌会有什么变化呢？抑制肠内有害菌，增加益菌，并有助于平衡肠内细菌，同时帮助排便顺畅，有助于维持健康生活。为了您的健康，精心的选择爱多美益生菌。